感觉这里的生活比较简单，至少不用留在那里感受勾心斗角的负能量。10天之后回到现实，怎料被节目组突然宣布他因为脚伤退赛，让吴奇隆非常傻眼，才录制6天就被退赛，委屈的在 Vlog 抒发心情。好像又回到熟悉的地方了，这里的感觉跟机场很像，没人的时候很安静，阳光很好，有人的时候都是充满笑容还有友善的帮忙，感觉这里的生活比较简单，很多好玩的事情、好玩的人，挺好的。这是我比较喜欢待的地方。至少不用留在那里，感受勾心斗角的负能量。人生不用时时刻刻都想着赢，赢的人会比谁赢，输的也会比谁输，就看你赢的人，就看你选择要什么样的生活。